什么晴天，我就让你以后的日子，每天都是下雨天。先回去教室啊！等下，恁三个要甲代志讲清楚，就想要落跑？晴天，你干嘛要紧啊？阿伯，我无代志。高调，你总算起来啊！这次女同学差一点害晴天溺水，你一定要替晴天出气公道。因一个叫校长阿伯，一个叫校长，竟然跟校长的关系这么亲，看起来我比较细腻啊。罗志涵，代志还没调查清楚，你慢点后边讲。啊，不过拄才你都无什么调查的意思啊。你好，你拢先别讲。朱新天，你即马把代志发生的经过详细讲我听，你到底是安怎会差点么溺水？廖蒙之，伊讲伊的耳钩落伫个游泳池内底，爱我甲伊倒找，啊，不过我找足久拢找袂着。我想要起来的时阵，伊摕水甲我呛，啊，伊摕褛仔甲我塞，无想要我起来，啊，到最后我无力啊，就跋入去水内底，啊，脚抽筋，所以差一点仔就溺水。